我家徒四壁，除了成功别无选择。今天带你们来看一种拆家可以拆到让你怀疑人生的狗，没错，它就是哈士奇。你看着它迈着这轻巧的小碎步向你跑来。哎，你跑反了，兄弟。哎，大爷，你这把小狗已经抱出来了。你这，我看你家里边怪有钱来的，想弄一下哈士奇啊？都叫他吃完了，这家伙拆家大王是吧？我看你养的可不少，养了多少只哈士奇啊？不到一千，那具体是多少？不三百，你管那三百叫不到一千，你这太幽默了吧，大爷啊？你说大爷，大爷管着不两三百个叫不到一千，那确实是不到一千个。这小狗多大了？不到两个月，那意思二十五天，三十天。哦，五十来天了是吧？那五十来天也是不到半个月，不到两个月。你这多少钱一个？1089。你是说这26条1089吗？一条？你太那个啥了吧？太贵了吧？你能便宜点吗？我都给你要完。900块钱个？你这擦脸腿大了吧？一个要1089，你这张嘴这又一张一个张了1000，那你这太厉害了。为啥喂了？我天哪，你这个老这要的也太厉害了。这哟还挺漂亮的嘞，你看三把火双蓝眼，就是月份有点小。你这诚实的，9954，5000多块钱，那太贵了，这几个便宜的让的。让零头，零头是啥？让5000呗。哎呦我的妈！啊？不是，那是多少钱啊？5000是吧？你意思让400？这几个小狗吧，品相倒还挺好。哟，你看这个脚还有点磨的破吧？磨破了呗？哦，打架打的，那这都不行啊！你看看，这哎呦，你看，磨的，要么就是这个又简单一点，脏，有点皮肤病，问题不是太大它。但是月份有点小，其余的这几个吧，哎，你看这个家伙长得，这个丑，这个倒挺漂亮的。你看三把火朝正，也是双蓝眼，哎呀，哈士奇的标配啊，高配的这是。你看眼睛特别的蓝，充满智商的眼神。你这个你白瞎要价，那么贵一下子，你诚实的这几个狗，6个狗我也不少，给你3000块钱，你看行吗？狗2000，你吃的啥？我跟你讲，你吃金子还？这才50来天的小狗，有点小了，确实是。也打过疫苗吗？打一针了才？那是太小了，太小了。我觉得给你这个价都不低了，3500-6000都喝到500一个了。能行吗？能行我就给你定下。啊？不管，那多少钱管？你这5000太高了。你这诚实的，我再给你加200块钱，你看行吗？3200行吗？不卖了是呗？那你这瞎胡子，你这脾气不能那么瞎。买啥子讨价还价，这不是天经地义吗？你叫1900一个，我也没法干呀。啊，诚实的，这样的我也不少给你。这6个小狗我也看了，就有一个吧，脚行不大好，其余的吧，品相倒都很 OK。三火双蓝眼朝正，你这样的吧，6600-3600。哎，不卖了，这个老头那么倔，我的天哪！你这样的，我一步到位给你3800行吗？我再给你加4000行吗？啊？4000给我，坏了！我的天哪，这是不是价格有点粗了？有点粗了，有点着急了。4000喝到多少钱了？4000都喝到，我的个老天光，600几啊？有没有能算出来的？帮我算一下。你别慌，你4000我有要求了，你得再帮我养10天，然后再帮我打一次疫苗。你看这样行吗？行，这个人脾气咋那么倔嘞？我老天光啊！上来给我要1000多，1800-9，这一下子来了，最后成交才600多，我买贵了吗？欢迎评论区告诉我，这贵还是不贵啊？再让他养10天。再打一次疫苗，有没有粉丝知道的贵还是不贵？评论区留言。